如何确定是不是自己是不是得了糖尿病哈？第一，你看你是不是有这些症状，或者是轻微的症状，或者是呢你那个有家族史要定期检查哈。一个是临床症状，刚才咱们说了典型的三多一少，或者你没有这些症状呢，你有一些乏力呀、口干呀、易疲劳啊这些，你也可以去查一查，或者近期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，这个呢，然后进一步通过化验检查来确诊。化验检查呢，主要咱们观察的血糖的指标，刚才咱们说过了，一个是空腹血糖、餐后血糖，还有糖化血红蛋白。咱们知道正常人的血糖值的正常范围，比如说空腹血糖是3.9到6.1，餐后呢是7.8以下，糖化呢是6.5以下。如果说你有症状，或者你想确诊是不是有糖尿病呢，你到医院查这三个指标。空腹如果说到7以上，餐后2个小时呢是超过11.1，这个就可以确诊糖尿病。如果你没有症状，要。